香辣卤肥肠这样做又香又辣，就怕你家米饭不够吃。准备我家这个灵魂卤料包，再放屏幕上的配料，盖煮15分钟。煮出香味后，下提前清洗好的肥肠，盖中火煮50分钟。这样卤出来的肥肠非常好吃。少许油，下蒜辣椒爆香，再放芹菜翻炒两下。最后倒入切好的肥肠和一勺卤汁，翻炒均匀即可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。